说起你们女人那点事，连太医院的院判都比不上他有经验。这几十
双眼睛都看得真真。魏璎珞，你确实没冤枉，你这个当时姑姑干的可真不是人事。吴总管，吴大等，吴总管，不是这样的，吴总管。不离间，杖二十，拔入新城户。不要，不要，吴总管。带走。你告诉我，我姐姐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犯了事的宫女还有人敢来看呢，好稀罕的。不过慎行司没有这样的规矩，何为？